协办刑事警察局正义队副队长蔡一鹏，蔡一鹏，好。我是十大二百七支援队协办刑事局一队协办，我是什么角色？协办，我是协办角色。哎，你听到没哈？到反正你各方巡逻刑事局，其实杨大二零新增拍摄哈，我有见面没？我们都没见过面。当年。我们跟刑事警察局、跟内湖分局抓到几千万以后，就由内湖分局指办。这个案子一连告，我翻一稿就一告，我把徐志强刑求，把他绑诬陷，这丢我，丢啦，这丢我，丢我，徐志强啊，涉嫌是主嫌公示出来的，哦，是那个黄。村树黄村奇啊，黄村奇啊，祖先黄村奇公诉啊，徐市长涉案，然后徐市长都开始逃跑，逃跑一天以后，他自动到案，那时候我们都有点离开了。所以我跟胡市长都没有跟那个徐市长见过面，也不晓得他有没有涉案。他涉案是祖先公诉出来这样的，这样的细节还没有办法先讲到。我只要强调一件事，不要把这些账，因为我嫌疑，就把所有的警察污蔑，又把侯友宜污蔑了，根本都不寻求协助。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老县长当年当行政院长，带领所有行政院团队带领警察政权。当时民进党民调只有18%，那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半年拼治安，对吧？半年拼治安，林东把他退掉嘛？大家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我有一次我有一次义不容辞，扛起一个人台子，挂一个人做的过后，低着背的，这话他没有讲过。大年以后，在大家所有的警察辛苦的努力，我们把治安慢慢的稳定下来，还有慢慢的走到今天。我还是一句话，谢谢店长，当年带着我们打治安这东西，为治安所有这样一个责任，我还是谢谢。但是你到三月的时候。你讲这句话，我听了我足唔好。这句话我听我足唔好。讲吼，我若知影侯友宜哦，始终财产拢无爱收回啦吼。我早就我爱用伊啊，我听足唔好。你拢做我教官啊？我的财产从开始到生活的第一天，我们警察在考核一个人的生学习惯有没有？督察室、人事室、主管业务，甚至还有保皇室，还有政风单位，我的财产难以鉴别是不合理。这一个理由，否定我们当年曾经为治安努力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团队，抱团学习，有时候当警察是很辛苦。人名拢无要紧，咱是有小的底下是有一个做，但是必要的时呢，都要谢谢。就算我们面对所有长官，我都谢谢。你让我来叫中央好好看起，没有今天侯友宜站在这，在座所有人都喜欢侯友宜。你让侯友宜的能够站在舞台，能够显明显所长，都是各位给我的，大家都对不对？为社会底下的福利，我们不一定要人家谢谢，但是我们一定为社会承担的。不是讲行不了，用另外一个用个说谎的态度来讲糟蹋别人，咱做人就无人这样子。
咱做人要幽默，不要相亲。我都问为啥？今天是啊，个人感受。你拢久见，在座的太太，其实都是最亲的。我太太在座很多人都认识，当过我长官的基本上都有人会见到我。我太太什么样的人，应该很清楚。我太太是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关太太有没有出来补血？那是我自己跟我太太之间的一个尊重，一个团队的关系。做一个警察好，一世人为咱担风险、辛苦，帮助你会当得来唔知。无眉毛这个命，我命拢是过一过。那天多位人士有担保，还有六个，我都很喜欢那个。你讲哦。匆匆四十年，东南西北走两千，回头过来，最可怜就在担心妈妈，全不知道怎么办。这都拢在想啥？我甲你话哦，咱把姚叔长嘛，东南西北调过，王叔长嘛，赶快，张叔长嘛，快，咱的王叔长嘛是赶快啦，比台东话无过用，咱的母想，早干所有一块地头。这个是我最不能理解，尤其老县长讲的那一段话，又亏又翻。哎呀，那帮我们干出来，早点把旗杆捧上来。不好嫌嘛，你刚才是在听啥？我觉得哈，选举不需要亏比较酸的。这八个月，七个多月，我一路走来，我没有讲过。今天是不给咱弄出去了，来到我们警察的动作，我讲这三件都和警察有关。东航精彩的话，我就把我的心声讲给大家听。今天一样，老县长政策的态度不爱好，以达康被美女敢推敢升，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的选举是不值得大家去学。我给你，与你都被辩论，爱在后面选择。我要等咱所有中央同志，咱所有同志团结。杨局长，咱们听我，杨局长，咱们听，快快快进去，咱们听我。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既然他一定要在辩论台上来说。我就八零一，十月十七，十月十七天，公办证件，好、哦，变公办辩论会，就是一天，大家拢时间拢留咧。一天来时间拢有，公办证件，咱就谈公办辩论会，合法。我要在这里说一次，11月12号，把公办证件改为公办辩论。在这个场面，很清楚的，我要请老县长说清楚，你对深澳的燃煤电厂未来要不要在新北市盖燃煤电厂太疑惑，会不会花新的生煤许可的态度？通过请客。莲花堆对警察徐志强的案子要不要道歉？对我们偏治安的人说我们财产没有申报不实，要不要说清楚？要。第三，对我们的警戒，然后呢，这代志无代志，一定爱跟你讲讲，你要不要表示一个态度？一次再。证件上，我们请辞。11月12号，你刚打完，后边来，哪都没时间了。我打刚一下中午也都没时间了，所以我要在这里再度跟你说一次。我欢迎老县长，把
发新的生联系会刊，要不要带咱们的电子以宅委等级把公办证件改成公办电面，同时也要对徐志强到底我们有没有请求您讲清楚，没有你就好好道歉。再来对我的财产申报，对我们拼治安的火电老县长，你要不要道歉？第三，对所有的警戒把保安太好，用这样的方式赶快赶生，你要表示什么态度？来个掌声，欢迎老板定到店来，县委会举办了公办辩论会，到以后大家一概共同庆祝。好，不要开始，我就行程版，我无办法。好，所以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一点时间给所有的长官报告，未来新北市的治安，赖克达赶快到沙冈，拜托大家，我们一起集所有力量，让侯友宜跟着大家，大家跟我并肩作战，谢谢。过去这八年，在我们警察同仁的努力之下，其实新北市已经是非常安全的城市了，还要好上要再加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基本上今天都把能够帮助你把新北市建设的更安全的城市的所有的专家高手都请来了，所以要麻烦侯市长移驾到下面来，我们要请你来敦聘下面的这几位署长、副署长担任治安部门，姚高桥署长、王玉旺署长、张世良署长、王俊署长、王一飞署长、陈同义署长。然后估计总会也来了。好，我们再一下，我们有三位，他们好，来坐手脖之正，陈子敬局长、中华金部长、陶富元教授、黄金灿副署长、余立堂副署长。局长，黄茂岁副署长，林国栋副署长，还有谢明辉，还有谢明辉，谢明辉媒体高手，竞争力好，我们就增加竞争力。何海明副署长。张琦副署长，林特署温正泽副署长，林德华副署长，还有黄思勇局长。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媒体方便拍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请所有人上，我请几位署长那个上台好不好？请。姚高桥署长、王继旺署长、张世良署长、王俊署长、陈宏毅署长、陈崇贤总队长，请上来。好，两位妈妈，没有那个侯友宜说您代表的这个卢署长跟。报告各位署长，你们觉得侯友宜刚刚跟你们报告，你们满不满意？满意。夫人在中间，两位妈妈在中间。
刚刚侯友宜讲的的确非常辛苦。来，我们再问一次侯友宜的表现，各位满不满意？只有在新北市，他这个区稳住了。如果不要在这个区稳住的话，我们的重兵不会拦掉。现在我们的重兵呢，都是往高雄、往台中，要把六都全部收复回来。你说好不好？民进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强大了。咱跟咱跟前头发表几句啦，退休金嘛，一个人都嘛要三万块啦。总统娘是抢一条两千亿去做啥？前瞻计划。啊，前瞻计划做啥呢？做文主管啊，啊，文做轻轨啊，用农民才要打花开啊。所以这个好运动，干嘛？好。啊，这电流怎啊？大家要发财。大家要新的门票。好。好。好。新的门票去哪里啊？你说吧。大家都一拍到的门票。啊，赢几多？十趴，我赢四十万票。